我们欢迎到的是新生代创作歌手蔡徐坤。哦，现场的这个摄影师们马上哈，这个长焦就已经举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欢迎蔡徐坤来到我们的第十五届年度先生的盛典。那首先跟我们的全新 Airs 500拍照合影留念。好的，我们再次欢迎蔡徐坤来到我们的年度先生盛典。来，我们中间请。好，我们先拍照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所有的媒体哈。有没有被闪到？好，第一次坤坤是第一次来到年度先生盛典，对不对？我觉得可以给一些祝福，因为是我们今天十五届年度先生的盛典嘛。祝福我们年度先生能够越办越好。我们也知道，在今年其实让大家所有的人认识到蔡徐坤，而且我们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你，不仅是因为非常帅气的外形，还有你自己对音乐的执着跟音乐才华，对不对？然后也是出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我本人也是你的忠实的歌迷哈。说一下，就是在未来哈，有什么新的动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包括在音乐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上。未来呢会持续的做自己的原创音乐，那接下来几首歌曲会以中文的歌曲为主，然后自己在 EDM 电影这一块也会自己去制作属于自己的 DJ 的 set 这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歌手可能也会尝试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影视剧、电影，那自己有没有去想过去参与这些演这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我自己本人是非常喜欢也非常感兴趣，那现在也有一些剧本在邀约，团队正在筛选这样。特别好奇一点哈，我帮所有的粉丝宝宝来问一下哈，有没有哪个角色是特别想去尝试想去演的？其实还蛮提到蛮多次的，自己想演文艺片，比较倾向于这一类型。好的，今天蔡徐坤说了自己想演文艺片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让更多的导演知道哈，来找到你演这个文艺片好不好？一会儿在内场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精彩的表演，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好，这一次也是带来了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这首歌曲的舞台，也是挺长一段时间还没唱了，所以这一次会唱一下这首歌。我们也期待你在那一场的表现，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支持蔡徐坤，也支持你的全新的音乐。谢谢您，再次谢谢来到我们年度先生盛典，谢谢，那一场见。耶耶耶耶耶，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I just wanna。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 just wanna do it 满足所有幻想 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all Feel like a wow 这还不够 Give you my everything 都还不够 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Don't be shy 就让我用一切把你微博满足流言蜚语在我眼里只是玩物让此刻成为一时我们义无反顾继续玩仰慕我对你一见如故Begging for love Summer to winter to summer to flower Feel like you're wow 这样不够 Give you my everything 都还不够 I'll show you let me prove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 it Tell me what you gonna do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don't be shy. Hey, my love, my love, love, my love, yeah. You know I want you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girl. I just wanna give it, I just wanna give it to you. Let me show my love, girl. You made my girlfriend.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don't be afraid. Let me see your face, girl.他就是年度先生蔡徐坤，祝贺蔡徐坤，让我们欢迎蔡徐坤上台接受荣誉。有请我们的两位荣誉揭晓人为蔡徐坤颁发我们的年度先生的荣誉。祝贺我们请三位在舞台上一起合影留念，来请。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荣誉揭晓人，谢谢二位，谢谢请。啊，蔡徐坤今年一出道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马上拿到了年度先生的殊荣，来跟所有你的粉丝还有所有看得到的观众朋友们分享。大家好，我是蔡徐坤，感谢王峰老师，谢谢赵薇姐，感谢时尚先生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也谢谢时尚集团今年给了我非常多挑战自己的机会，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今后会继续努力的做好的音乐，好的舞台，谢谢大家。谢谢你，谢谢你的努力，谢谢蔡徐坤，谢谢，请入座，谢谢。同时我们要感谢首席合作伙伴雷克萨斯对本届年度先生盛典的大力支持。